当我和闺蜜假装嘀咕男朋友啊，他对象又跑过去了啊，跑快了。谁呀、啊？嗯，谁呀、啊？你不认识啊？你玩啥？就是又胖又不爱洗澡，还老问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低调点。不是说你啊，你这能带热，我俩上别屋说去了。走。啊我脑子不是一直入侵了我眼眸，他那对象干啥呀？这没别人对吧？没听说我在二位口中已经身败名裂了吗？说啥呢？我今天来就是请二位公主出去吃个饭，今天行程全都我来包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晕车。我那车不晕，都是。五星满配家用 MPV 能满足您俩需求不？这可是上汽大通的 Maxus 最新款 MPV G70。挺好挺好，上车上车。你怎么没坐主驾呀？啥意思啊？我不让我开了都。我俩聊天啊，我不能讲。你等我过两天把座椅定制成六座，咱俩一块唠唠。我说啥呢？你看 G70 还有六座版本，2+1+3的座椅布局，副驾座位还能180度旋转。这种定制是基于大通 C2B 用户共创模式下定制的，工程师和面对面与用户讨论，基于用户需求，每款车最多可开放十几个可定制模块，像座椅、内饰、外观都能定制呢。哇，还挺神奇的。老公不得不说，你选车的眼光还是挺不错的，不愧是高品质的车呀。上汽大通可是 MPV 世家，旗下11款 MPV， 覆盖全能源、全尺寸、全场景。你俩要是有更喜欢的 MPV， 什么商务接待啊、家用啊，大通都能满足。大通G70的黄金动力组合，嘎嘎猛！咱一会儿就到了啊。可以的，买了2杯奶茶。你的光芒闪耀，像是高能。下次要不穿，你不要说戴好不好？女的，仨人就买2杯呀？那我俩喝一个就行了。好喝吗？好喝。我这个也好喝，兄弟们。不行。